大家好，今天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了啊。上一课我们殷先生站到我的旁边，没来得及跟大家介绍殷先生是啊，在国内的这个注册医师，我们叫西医师，也是著名医学院毕业的，我们叫做主治大夫。这个他的医术也非常高超，通过了解我们阴阳浑元疗法啊，特别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自己在我这里这一段时间的临床观察和研究，现在我们的殷先生也成了我们一名光荣的阴阳浑元疗法的这个高级治疗师啊，也是成了我们的学生啊，成了我们阴阳浑元疗法的啊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啊。这个阴阳浑元疗法啊，核心不仅仅是使用这一台仪器啊，带有我们叫做宝塔之光，以及带有八卦电磁波形，以及带有君臣佐使啊四大方法，以及带有金木水火土以及八卦的这些文化内涵的一条治疗仪器，很核心在于阴阳浑元疗法是中华文化医疗，是站在祖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了宇宙能量啊场以及多维次空间、多维次功能来进行治疗的这么一个疗法。所以说啊，阴阳浑元疗法包罗万象。我啊，跟阴阳浑元疗法界定为穿越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啊第三方医学。什么叫第三方医学？也就是说中医啊，我们博大精深啊，中医传统的中医文化让我们中华民族日益强盛，得以5000年传承，能够繁荣昌盛。西医啊，尽管只有300年的历史，现在已经是啊世界上这个当之无愧独一无二的主流医学，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认同和青睐。所以说我们阴阳浑元疗法是贯穿于，我们叫穿越于中医和西医之间。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啊，打破门派观念，立竿见影的追求健康，不用药物，不用动手术，能够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和手段的这么一种疗法，我们叫做阴阳浑元疗法。所以说阴阳浑元疗法将会在人类历史上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将会为我们的人类的健康长寿而做出贡献。好，今天呢